真的是史上最好用，质地非常好，就像保养品的霜一样，一抹就开，完全没有粉感。呀呀呀！你看，你看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，就是真的是史上最好用，舒尔斯他们家小长人素颜霜非常厉害。它这个是属于牙头式，我非常喜欢牙头式的保养品，接触到我们的口气，它也会说氧化。所以有这种牙头是真空瓶，请要珍惜。它里面呢还有维他命 E， 修护性非常强哦。素颜霜很少有保养成分哦，里面还有胶原蛋白跟熊果素。我想肤色不均的人也非常适合用素颜霜，好不好？质地非常好。你看，有没有？就像保养品的霜一样，一抹就开。各位看一下变化，来。完全没有粉感，你看，压压压，你看，我真的有压哦，你看，味道非常的好，它就是小苍兰的味道，真的很厉害。第二，它擦起来非常的保湿，就像乳液霜、乳霜状一样清爽。来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哦，你看哦，不作弊的方式，你看啊，来看一下我的皮肤有多透。你看，这是我原本的肤色，我要证明给大家我没有化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你看，像丝滑般、baby 般的鸡蛋肤质，素颜霜男生可不可以用？我跟你讲，直接报名可以。敏感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干性皮肤可以用吗？来来来，我跟你们说，好的素颜霜，干性肤质是 OK 的，因为它是属于乳霜，它有 UVA 跟 UVB， 它就是校正肤质。让我们的肤质提亮，它不是惨白哦，各位，这个呢是防水，各位来，水珠直接往下冲，你们看到防水它就会直接往下跑，对不对？差不多，你们看到有没有？好，报告完毕。